欢迎大家来到啊，宁静电视的中国研究院的节目现场啊。这一节我们要讨论一下，习近平啊上台之后啊，掌握个人的大权，大家已经没有疑问了。但是他的雄心有多大，现在各种说话不一样，因为他自己跑到达沃斯论坛说啊，人类啊是在哪里来啊，人类现在在哪里，人类到哪里去，我们一听就吓一跳。啊，这是改变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了啊，或者要举到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了啊，因为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小组，做了无数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啊，真的是每一件事情都成功了吗？啊，有多少是烂尾楼，有多少是问题？那么现在随即啊，开始有一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我往往发现啊，是来自于西方，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的学者。啊，所以从美国的学的这些长篇论文里面，我看到了美国人研究中国啊，实际上比中国人研究中国还要认真。当然，中国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理由，那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学术自由。那基于没有学术自由，中国的啊，关于中国的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暂且不管，我们看看西方啊是怎么看待的。那么根据啊，跟这个王俊涛博士的导师啊，这个我们非常尊敬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教授啊，李洋友教授的一个最新的讲话啊，他是在印度的中国研究所的一个讲话。后来我们中国研究院也请他来，还有这个中国战略与分析机构啊，那么这个一起，然后战略分析智库一起组织了一个讨论会。那么大家可以从星期六的啊早上凌晨12:15啊。早上零点十五分的这个啊，中国研究院的节目中间可以看到，根据李洋友教授的这个基本的观点，他认为习近平实际上最关心的是安全问题，自身的安全啊，那么周围环境的啊，国家的这个安全啊，内政的一些安全，而不是真正具有一个领土的扩张，或者是啊，充当一个全球领导者的这么一个啊。一个冲动啊，或者是这么一个目标。实际上从这一点呢啊，其实中国的外交官不同程度有这样的表述啊，人们因为只注意到了中国外交官是战狼，没有注意到有一些中国外交官呢有这样一个啊不挑战美国啊世界领袖地位的这么一个说法。那我最近看到这个前北京大学的这个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啊，王继思教授啊，他在浙江的一个地方就是讲得很清楚，他说啊，这个西方啊，或者是别的国家，不要想到去改变这个啊中国哦，这个看法不是在这个啊，不是在浙江，而是在美国的一个杂志叫《外交事务》上面讲的。他讲了两点，就是说不要想去改变啊这个中国现在这样一种政治的现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啊的这个领导地位在中国是坚不可摧的。另外一个呢，要承认美国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美国的领导力的这个地位，全球的领导力的这个地位啊，只有这个啊不可替代性啊。所以我们这一节来讨论一下习近平的雄心是不是像王立斯或者是像这个李安友教授所讲的那样，还是习近平真的有一个雄心？那么他的雄心是当世界领导者，还是当中国的什么什么领导人物？请王俊涛博士。我觉得习近平是有一个雄心的，但是这个雄心呢，这个刚才因为和平先生几次已经讲到了，美国专家对中国理解呢比中国人自己到位，但实际上我认为主要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很多问题的思维不一样。美国是一个比较以貌取人的国家，所以以貌取人就喜欢说你身高多少，三围多少，然后呢你体重多少，然后皮肤什么颜色，眼睛多大，然后喜欢搞这些物质性的这种测度指标。中国不是，中国喜欢看的人的精神面貌啊，人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底气有多足啊，就都是一些就是在美国人看来虚无缥缈的，不容易测定的，而且这个在这个中国人自己也是个人云亦云，就是各有说法，但是中国人自己会觉得哎，假如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做评论啊，会有一个高下之分，有一个层次和境界之分。那我回过来说呢，我觉得习近平啊这个人呢是有一个中国式的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政治帝王的抱负的这么一个人，而这个东西还在滚动中不断的增长。就是说他可能刚继位的时候他只想做一件事，随着他开始巩固自己的权位之后，他觉得得心应手，特别旁边溜须拍马吹嘘的人多了之后，对吧，连川普都吹他是
三百年最伟大的什么这些话听了多了之后呢，我觉得他现在可能真的就开始产生了一个世界性的报复。那么这个世界性报复呢，刚才盛平讲到说中国现在没有做什么事，那这些事情一旦这个报复有了之后，中国都可以做，因为在中国至少你这个说跟美国直接争锋不行吧，但是投放一些金钱，投放一些军力在一些地方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那这次连巴以对吧，连这个那个叫那个阿以冲突对吧，中国都想做东道，有那个王毅都放话说请他们两边到北京来谈啊，这个问题很大呀，在国际社会中很头疼的问题。所以我在讲说其实呢，习近平的报复是开始增加了，而他这个报复不仅仅要改变中国，还想改变世界，这个报复有。那么再一个，他这个报复会最后会怎么样了？当然我会觉得呢，他这个报复会将来会失败，包括在中国在世界都会失败。但是关键在哪儿，就是说关键他失败了之后啊，习近平会落下什么。当然我觉得有一点，比如就这场疫情吧，我们都知道当时呢，他由于他的主观武断错过了治疫的这个最好的时间，这个控制疫情传播的窗口期，最好窗口期被错过了，导致这个灾难。后来又由于他自己现在始终就是抵制国际社会进行这个彻底的调查，全面的调查，按照中国签约的这种这个国际公约和国际社会一贯做的方式进行调查，这样的话就使得他在历史上他肯定会有一个坏名声在一些问题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那么他到走了之后，他真的就是他死之后，或者他在中间他被人干掉之后，那么留下的这个摊子会怎么样呢？这个我觉得他假如说中国如果还是溃而不崩的局面的话，那么他的一些改变会继续留下来。但如果假如中国真的要是出现崩溃的，那真的就是洪水啊，洪水滔天，谁也说不清楚将来就他可能他的痕迹和共产党啊等等做的这些事情就都被洗大，就会洗彻底洗干净，包括文明啊，我们在这个最近几十年发展出来这些东西啊，都可能会被洗掉。所以习近平一败涂地呢，我觉得这是个肯定的事情，只是说他将来在这个在他败了之后还能给个世界能留多少东西。另一方面他有一个雄心壮志，这也是肯定。但是李安友先生说的呢，这个说习近平有安全放在第一呢位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虽然他有雄心壮志，但是毕竟呢现在他树敌太多，他会把他的个人安全，那我们从他自己的个人的布置他的保安来看，他把这个中央警卫局的八局全部遣散，又建立让王晓红又建立了新的一个公安局，公安部的八局，就是给中央保卫局来看的话，他实际上对个人的安全呢已经超过了对以往这些领导人的对关于安全的这个一个担心，他也确确实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得罪人太多了，内外树敌太多。好，你们两位哪一位先讲？我来说吧。好的，这个对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呢，我觉得大陆的学者他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大陆问题应该非常非常了解，但是他最主要的问题，他公开发言，他的政治约束的刚性太大，就是他不能够直抒胸臆，这是个他中国学者最大的问题。美国学者最大问题就是说，他们对中国的问题没有切身感受，就是个遥远的一个印象。那么，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个，他有一种意愿要把中国当作一个正常国家来研究，啊，这个我觉得是根本上逻辑上一个大问题啊。当然，很多人可能不会赞同我的看法啊，但是呢，因为也确实中国过去几十年啊，中共党国也是努力的表现出来要做一个正常国家融入世界啊，这个造成了一种普遍的一个印象。那么我的看法呢，就是说习近平他应该有两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就他自己给自己赋予的任务，也是历代这个就是所谓改开派以来，邓小平以来的这些从胡赵啊，胡赵这个江胡啊习应该都是没有放弃的两个目标，这个目标没有改变过，不是习近平特色。一个就是说中共的这个统治江山永固啊，但是习近平对这一点上应该说是非常在意，非常在意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要崛起啊，中国要崛起，这实际上是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个49年以后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啊，就是中国要崛起，中国江山要稳固。那么对于江山稳固来讲呢，习近平的认知就是要清理在改开时代
形成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干部系统的腐败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西方的这种腐蚀性的影响，经济文化、政治影响，这个是他要针对的，因为江山永固啊，相对来讲，似乎古巴和朝鲜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从江山永固的角度来讲。但是这个和中国崛起就会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冲突。中国崛起，你要融入世界，中国现在力量还不足以主导世界秩序，所以他这个不会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中国崛起就是要制定大国秩序。他现在来讲，就是说他的目标就是要提供中国方案，要参与世界新秩序，他提出这个世界新秩序的命题，完了要参与制定。要和美国要平视啊，平起平坐啊，要缔建人类共同体。我觉得这个习近平这个呢，这两点应该都比这个江湖时代，要更意志更强烈。就是对于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这个江山，这个要永固下去，他的这个意识要比江湖要更强烈。似乎江湖这种是这种。责任感没有他强，另外一个对中国崛起呢，这种理解他也跟前者不一样，前者基本上都是这个韬光养晦而他是有所作为他是这么一个立场。当然，我就说呢，包括收复台湾，他想在他任内收复台湾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说这个名称的存在意味着中国内战还没有结束。内战还没有结束，那么他是希望在某一个时刻，能够完成这个中国内战，是吧？把台湾再收复了。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对整个所谓改革开放秩序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实际上，香港一国两制的终结就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把英国和欧盟、美国都彻底的这个，我不说得罪了吧，反正就是说。丧失了一种信心，丧失了就过去对他们和平演变的时候信心，现在应该是香港问题让他们彻底丧失了。现在就更多的不是担心中国崩溃，而是担心中国崛起。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的这种覆灭，另外一个，习近平把收复这个台湾，不管武统还是合统，他都要在他的这种在任的时候要解决这个问题，把它作为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这个世界秩序肯定是要大变，尤其是对中国的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秩序，内部的改革开放会有巨大的冲击。但是这种巨大的冲击，实际上如果说国际社会不干预、不参与、漠视的话，对习近平巩固内部的这种党国的秩序，他的个人的统治是非常有利的。就说我说的，就是说他可能，譬如说收复台湾和中国崛起，实际上是一个双刃剑。如果国际都坐视不管，他可能真就崛起了。但是不是坐视不管的情况下，收复台湾会让他的所谓的这种发展遇到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崛起就无疾而终了。但是你想，胡锦涛说那个话，就是说朝鲜政治上没有犯错误，他绝对不是指的朝鲜政治上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做出这种改革开放的这种政治决策，他绝对不是说这个。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我觉得再往下走的话，他有可能把中国崛起这个事情放下，那么让他的这个江山稳固这一块更厉害，就是说通过清理腐败来巩固这种他的个人统治，也是同时也是党国的统治。另外一个的话呢，清理这种西方在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政治文化的这种腐蚀性的影响。所以很多我们看到的过去三四十年看到的中国的这种，就是盛平兄说的巨大的改变，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回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有很多不可测的事情会发生。那么我原则上来讲，我说习近平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问题。那外部世界看只有这个角度。那么内部来讲，就是党国要永续，习近平能容忍习近平走多远，也是一个大问号。
但是对习近平个人来讲，闭关锁国可能是对他是最好的，啊，他就像叙利亚的阿萨德一样，他也不害怕呀，对吧？打烂叙利亚对他的影响并不大，只要美国也不会像过去一样，什么出兵伊拉克、出兵阿富汗、出兵利比亚，不会那样了。所以中国又是核大国，对不对？所以我想，习近平对习近平来讲，他如果为他江山稳固的话，他完全可以放弃掉中国所谓"中国崛起"这个，不这口号一样说的一个事儿吗？所谓的经济什么 GDP 全球第一啊，什么这些，可能都会变成一个收缩的一个方向。但是呢，把他的这种统治秩序能够维系下去，这个肯定是他的第一任务。当然，这个角度可能，和黎安友先生的这个有一个差距，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说，这两件事儿，尽管客观上来讲是有内在张力的，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大部分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在沉浸在中国崛起这种幻觉里头，那么，只要这个习近平还给他们维系着中国崛起这个假象，那么他们能够忍受很多习近平这个倒行逆施，而当然也是不得不忍受。所以这个局面的话，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说，国外有一种看法说，改变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任务和责任。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准确的，这是不准确的。中国要改变，没有世界的这种参与是不可能的。过去30年是有一个和平演变的一个机会窗口，那么习近平显然也是看到了这种和平演变对中共的这种统治造成的巨大的危险，啊，包括这个王立军事件啊，薄熙来事件，薄熙来事件，所以他要终结那个九龙治水的局面，要搞个人独裁，打破这过去30、40年所谓的这种党内的贵族寡头制的这种形态，但是这种贵族寡头制形态是减弱了党的统治力，但实际上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客观的政治原因啊，就是因为党不能够在一人的统治下胡作非为，是因为九常委之间互相各管一摊，条块之间有互相有这个有抵触，才会有空隙。才会有自由经济、自由这个民间能够发声、能够发育的机会，这是中国活力的一个体现。但是他们错误总结这个东西，而这也是政治上的故意歪曲，说这都中国崛起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好，是因为社会主义好，实际上是因为共产党在很多地方无所作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很多地方被腐蚀了，中国的经济才得以崛起。所以这个现在习近平是个收割者，他作为这个最硬核的这一部分，就是要让中共江山永续的这部分人意志，可能党内有很多很多高层，可能像前苏联的官员一样，不在意这个苏共垮掉，反正垮掉之后他们也并不损失什么。但是呢，有一些人垮掉了，他们就认为这个不是统治者了，那就什么都没了。那么这些人是坚决要抵制的。那么习近平显然代表了这些人利益。那他上台之后，你能看出来，就是说，在党内是那些反江的人，他们构成了一个系统来这个支持习近平，像宋平啊，整个对江泽民有不同看法，对上海办有不同看法，这些人是团结在习近平周围来做一个过去的一个清算。但是呢，最后你能看到的就是成就了习近平这个，一家独大啊！这实际上，习近平在党内有什么根基呢？完全没有。他父亲在党内的那个陕北帮有什么根基？完全没有。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中间非常成功的，这个达到了一个自毛泽东以来最有说服力的中共党魁的这么一个地位。当然是有很多危险啊，有这个东西不言而喻。但是起码从他现在做到的这个局面上来讲，他还可以继续折腾下去，他还可以继续折腾下去，就是这个，我是觉得他是有一点，这个像这个自由落体运动一样，在国内有些朋友就是说，在任何一年回头看都是最好的一年，
就这个话是已经说得很早了，就是早早就看出来这个进程的不可逆，它会停在哪个阶段，我们不知道。好，冯生平先生。我不大同意他们两个人的说法，就是我觉得非常好，不同习意上就来好。这些年他做的事儿可圈可点，就很多事儿，至少是我没想到他做的比我想的还好。就邓小平是韬光养晦，对吧？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话有所作为。习呢，当然上来呢讲的是东升西降，这最近的事儿，平视美国，所以就开始批评了，战狼了，嚣张了。但到底哪一个是事实呢？左派的人会讲说美国太欺负人了，对吧？这次习近平会这样讲，反对他人会讲呢，说中国人太狂了，这都是价值判断，我不想去参与。那我讲点事实的事儿，就邓小平时代，美国是把中国呢当做熊猫的，对吧？很可爱。而习近平时代呢，尤其在现在。8年之后吧，美国是把中国当成恶龙了。就说到底，中美关系走到今天，可以说是在恶化吧。到底谁的责任呢？你可以说是中国的责任，是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国际关系的平衡，就国际体系的平衡。从这意义上说呢，中国是难辞其咎，对不对？就说。你搞什么"一带一路"嘛，对吧？搞到别人的势力范围里面去了，你就把中国的路修好就行了呗。你不是高铁挺好吗？对吧？你搞什么搞 5G，那也是戳人肺眼子的事儿，对吧？你就保持个 2G，那通话也够了。那过去通话还靠吼呢。还有呢，你把 GDP 搞到个16万亿，离人家美国就差个5万亿，咄咄逼人，是有点不地道，对吧？你就像俄罗斯一样，把中国的 GDP 保持在1.5万亿，就现在的1/10，我想美国对中国会比较宽容。但问题在于，中国也有发展的权利。他走到今天，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没有去。开一枪一炮，侵占别人的领土，殖民人家的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他长大了以后，他衣服就要变，那国际体系也就像个衣服。大家40年以前，中国的 GDP 多少呢？人均也就是100多块钱，现在是3万多。中国40年以前，外汇底存就1亿。美元，现在3万个亿，你看 GDP 100倍的增长，外汇底存1万倍的增长，它就是个子变了，所以他要求穿一件不同的衣服，我想不应该去非议。所谓的中国威胁、中共邪恶，这些都从立场出发，因为毕竟那是14亿人，实际上也是大家的同胞在那儿。我至少是我觉得这个国家的发展呢，我看了我觉得挺高兴的。我出去买东西，尤其买一些装修的东西，这是我的本行吧。我总是要去看看那个东西是不是 Made in China。看到了呢，就觉得，哎，好像就觉得中国的乡镇企业也好什么，他们又能够赚到一点外汇了，他们又可以多一点温饱了。所以说这。就是在我看来的中国，那习和他的前任和毛邓有什么区别呢？给毛是相信枪杆子能出政权，而邓呢，相信是发展就是硬道理。习相信什么呢？他相信法治。他曾经说过，人有3种智慧。小智治事，把事情做了；中智治人，把人管了；大智立法。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长治久安，要做到，那必须呢，
守规矩，讲规矩，立规矩。在我看来，他上来这些这八年以来，他就不停的在这方面在做事。我以前说过，他没有杀人，他没有搞什么政治运动，是有很多不尽人意的，比如说大学党史，对吧？比如说很多很庸俗的做法。但那毕竟呢，他和江真和胡他有巨大的区别了。江是闷声发大财，胡锦涛呢是不折腾。习上来以后，他真想做事，他也确实在做事，他反腐。但是反腐呢是挡了众人的财路，就坏了官场的规矩，所以现在呢很多人骂他，成为众矢之的，官场公敌。中国的三大精英集团，权力精英、资本精英、文化精英，无不视他为最坏的人吧。就权力精英反习，是因为他们对权力的眷恋，不像以前这样可以为所欲为了。资本精英反习呢，是因为他们对共产的担忧，因为习呢老谈就是初心啊，叫大家学共产党宣言啊，这个确实是离资本精英心有余悸。而文化精英反习呢，这是因为言论的控制和自由的倒退。这一点我觉得呢，中国政府是做得过了。就像我们这样的讨论，我想在中国确实是不可能进行。而这样的讨论实际上在八年以前呢，在中国是有很多的。就如果习真的要对自己有自信的话，应该在言论方面放开，就逐渐的放开吧。但当然也有个界限，就回想胡温当年，那真的是一个很自由的环境，对不对？人人反腐，无人不腐，就腐败已经成为一个生活方式，一种大众文化，就没人痛恨腐败，就算痛恨也是痛恨自己没机会去腐败。那个时候的政治局面，除了没有民主选举，跟美国就差不多了。那现在的这些东西都没了，就习他上任的，他其实他有两个特殊的条件，他跟别人真的有点不一样。这个人呢是很能韬光养晦的人，他写过十次入党申请书，反正在我认识的朋友中间写过两三次的人有，十次的呢但没有。我在军涛的朋友呢，陈子明在监狱里面写过，好像也写了几次，但是据我知道也没到十次，对吧？就是他的韬光养晦的精神是可能是勾践都不如的。从八二年他入了官场，到一二年他接任总书记，这些年他给所有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和蔼的，一个特别随和的，也没有自己主见的人。就为什么最后老一代呢选了他，没有选薄熙来？当时大家知道还有几个候选人，恐怕还是因为薄熙来呢太外露太张狂，大家觉得他上去呢是所有人的噩梦，而习上去以后呢，我们所有人都会很 happy 吧，甚至都能在某种意义上控制他。我想这个有想法的很多，对吧？包括像王岐山，可能很多人现在王岐山当然也自认了自己成了暴幕的了，以前他可能不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上台，我说过当时的情况呢是左派喜欢他，对吧？希望呢他回到毛泽东。右派喜欢他呢是希望他学习蒋经国。元老喜欢他好控制，希望他做傀儡。而红二代延安直隶联谊会都支持他，说不添乱，支持他。说胡呢，胡锦涛是抱着定炸弹击鼓传花，习要提前接位，甚至当时提出来赶紧改变这个局面。所以红二喜欢他，其实多少也有想把他做小弟的心思，就像当年文革一样的，大哥带着咱们一块发财。习当时也给了所有人这个印象，好像他就这么一个人，特没出息。记得坊间呢还有一个故事，这故事不一定真实，就说他接位之前呢，胡德平《炎黄春秋》的顾问跟他促膝长谈了一次，给他提了很多期待，就是你上来以后要这样那样，都是一自由化的一些梦吧。他听完以后呢，不咸不淡的
说了一句，说您太高看我了，我就是个听喝的。胡温对这个很不满意，觉得他没出息。那这个我没有核实过，只当是看到网上有这样的段子吧。但不管怎么说，确实他给了人一个印象，就他就是个听喝的，谁都能指使他，谁的话都听，所有党内的派系他哪边都不沾，而哪边关系都不错，就叔叔阿姨都伺候得好好的。至少我知道呢，他当时在福建的时候，杨成武是福建人，经常回来，阿爸杨成武是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杨成武有一次就说了一句话，说哎呀你呀，我看可以当福建王了。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心里面想的已经远远超过了福建王。就要讲韬光养晦，他这三十年我想超过了勾践，勾践也都不到十年。他真上来以后，那大家也看到了，那元老都后悔不迭，怎么跳了半天就跳了他，把元老各个家族的钱袋子也好，这官场上的代理人也好，通通收拾了。恐怕都在后悔怎么跳了这么一个白眼狼。红儿也不用说了，对吧，刘亚洲也好，刘元也好，都没有得到上位。陈小鲁也好，还被查了个底儿掉，最后查出个1400万的，还叫他硬要退补。所以现在延安这里联谊会的人呢，好像也没有那么支持习了。大家关着门的时候呢，骂他可能比骂他的前任还狠。极左极右更不用说了，右派从八年以前的那么好的局面，对不对？那个时候只要开个会，大家聚个餐，你要不骂习近平，不骂共产党，不讽刺毛泽东，你都不好意思发言，那叫没水平。现在可不敢乱说乱动了，这右派。左派呢，那日子也不好过，悲于中国要回到左派。那最近国内抓了一大批左派，我想连美国之音都第一次开始报道那个事儿了。以前是国内抓了一个右派，天下皆知，抓了一堆左派，就无人去问津。现在也开始问了，就可见对左派的压也到了世界关注的地步，所以极左极右也都对他失望了。但这些政客、这些权贵集团对他失望，在我看来呢，也许恰恰是中国有了希望的标志。如果由着他们这样干下去，今天还有没有中国，我都不知道。反正八年以前的情况就是，大家想捞一把就走人，不知道那个大楼什么时候就塌了，恐怕都是那个心态。其实走了多少呢？刚才军涛讲的外逃的贪官，人人都想逃。其实不是习以后，早就开始逃了。每一个时代都有人逃，捞足了的，因为都是一些，即使按照江浙时期、胡温时期都说不过去的那种方法捞的钱，谁不是拿了就跑？去年一月份呢，中央电视台有一个5级的电视节目，叫《中国红通》。那里面就披露的几个数字，什么数字呢？就是从习开始搞猎狐行动，2014年到2019年，那个电视剧呢，就那个纪录片啊，是2020年1月出来的，就这几年期间吧，6年期间，中共光是抓回去的外逃的或者自己归案的压力下，红通分子多少呢？5900名，你就算算吧。其中头100名呢，抓回去了将近60名。5900名什么概念？有点刑侦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你抓住一个罪犯，至少还有7个没抓住，所谓的冰山原理。你就把5900乘7吧，也就是这些年逃出来的，应该是3-4万人，逃到世界各地的。这实际上就是。所以贪官外逃或者是那些犯了罪的人外逃的一个统计数字吧。反正习上来是搞得这些三大经济集团极不舒服，对吧？所以就有各种谣言了。这谣言呢也满足了他们自我的心态。
但据我知道的，老百姓越是底层的对他的印象呢越好，越是上层的好像越不喜欢他。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在官僚群体中间，企业家群体中间，他确实是，你可以说他人民公敌都不为过。当然这也是他很危险的地方，就他未来会怎么样，会不像军涛讲的一定是会身败名裂，一定 会出事儿，或者郑旭光，这个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什么呢，从他上来起，我们开过很多这种会，对不对？每次会上大概都会讲，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一个共同朋友讲嘛，习最多干两年滚蛋，我跟他还吵得很凶，就是现在已经干了八年了，如果不出事儿，我觉得他还会干八年。就这就我对他的一个基本看法。我觉得他搞的一带一路也好，在国内的扶贫也好，包括呢从效率向公平的倾斜也好，都是对的。就什么叫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在我看来就是共产党加资本主义。尽管它有各种弊病，两极分化呀，环境污染啊，它毕竟使中国走出了贫穷，成为中国第二，这是习之前中国的成就。而什么叫中国未来的道路呢，这也是大家讨论的问题。我觉得中国道路就是共产党加宪政民主。就如果说中国模式解决了贫困的问题的话，那中国未来就应该解决公平的问题。习上来以后呢，他在朝这方面在努力，正因为要解决公平，所以一些既得的利益群体呢受到了损害，他们不喜欢不满。公平和贫穷和公平，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两大病根，也是中国几千年动荡的根源。如果真的解决这两个问题呢，中国有可能就走出黄炎培所担心的王朝循环，走上一个长治久安。我做点评论吧，就是我觉得呢，盛平的讲这些吧，就是说呢，你要单个出来呢，我觉得都可以讨论。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我觉得盛平呢，这里面有三个东西啊，就第一个东西呢，他是替中国抱不平，他是觉得呢，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受了一些这个误解也罢，受了一些歧视也罢，就是说这是一个。那么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跟习的评论没什么太大关系。不过呢，我想说的是因为习的倒行逆施使得中国现在受到了很多这种东西。这不完全这个老二，因为当老二这个东西呢，中国在往老二冲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国际社会并没有那么多反感。但是因为习的一些说法和做法的那些战狼完全不顾外交礼节嘛，完全不顾外交上的这些一些基本的规则。其实外交一般都是鸽派，就这个国家啊，咱们说军队啊等等这鹰派，外交官的应该是鸽派，就是人家说一般要外交官出面是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要比较讲礼节的问题。那中国的外交官这样的一个战狼，这个完全就是习近平他造成的。因为他自己，你可以看到在中间有一段时间赵立坚是被冷藏了一下，但是又给他放出来，那你可以看出来是习。而且就是人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死人，越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这就是习在倡导这个东西。而且他之所以倡导的东西，就是因为跟他自身的这种自身素质的短板有关系，就是他的这个缺乏知识，却不懂外交，不懂这些基本的国际礼仪，也不懂得呢，就是今天的西方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这个上一个世纪，甚至十九世纪的那时候弱肉强食的关系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西方国家确实用抛剑欺负人。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石油输出国组织他们提是油价搞这个国际油价这个垄断，就造成西方这么大的经济危机，西方不也就吞了吗？那么后来这个二次大战后，那么多的新兴的这种民族国家国有化，没收那么多财产，西方也就，我就觉得说，习呢，因为他的思想陈旧，但是拉着整个的中国呢，想走这样一个和西方对抗道路，导致了很多的这种恶化。那么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习呢，在国内做这些事，他不得已，不完全是，就是好像冯这个盛平说是因为他做了好事，在我看来不是，他做了很多坏事，他不得人心。因为我们觉得在我们做一件事情做的不对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说你做事的目的
还有呢想达到什么目的，从一个单项目标上你可能是想实现这个目的，但另一方面一个做事的方式。我们人类社会其实进步到今天来说，政治上最大的进步在于你怎么去揭露问题和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三个程序性的东西，这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尺度。我们讲普世价值讲的是这个东西，要不然的话讲各自的文明的问题，各自的政治问题，各国有各国的问题，各种文明有各种文明的问题。但是呢这种普世价值说我们只要你还承认要讲理，那么就应当按照这些程序规则。习建立这个不讲理的规则，也就是说他在想解决这个盛平所说的这样一个问题，实现他所心中的这种所谓社会公正目标的时候，这有的是盛平给他加给他的，盛平用现代的文明的语言加给他，他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那么给他了之后呢，结果呢习实际上采取的方式一种非常野蛮的方式，非常落后的方式，什么定于一尊啊，不得妄议中央啊，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了，对吧？我觉得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习在造出来，对，习在解决问题中带来的一些问题。很多人对习的不满意也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第三个我觉得呢，由于习搞个人独裁，他可能个人独裁是想强刚独断，就觉得中国有些问题不独裁不能解决，但最后呢他的个人的这个弱点和缺点会给中国带来一些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后果现在是被隐藏着，就像我们今天看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后果一样，这些后果现在被隐藏，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像这场这个当前的这场武汉肺炎呢，等等，还有像一些其他的一些中国国这个民企的这种崩盘式的塌方式的这种这个倒退啊，或者这个倒闭啊，倒闭潮啊等等，这些都是跟习个人的这个问题有关系。而且这些东西在某种上我觉得呢，习就是把中国前几十年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积累的这些财富这样一些东西都给浪费干净了。他就是人，中国有个老叫宰卖爷田心不疼，他其实就在干这个事情。你看着中国今天，他现在要走今天这个道路，中国很快很多问题就会降下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东西呢，这个是就是我们讲说美国在做一种艰难的调整，一旦他调整完了之后，他建立好的这个国际这个战线之后，中国将面临着比前苏联更困难的局面。这个前苏联在最高峰时达到美国的产值的 40%， 但是他跟美国基本上两个独立的体系，就像当年毛泽东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跟西方没什么关系。中国今天的高速发展，中国今天能拿得出来这些领域，实际上都是长在西方，跟西方长在一起的。一旦剥离，西方会有痛苦，但是西方不会完蛋。可是中国就不一样，中国很多东西搞不下去了，芯片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东西，一旦要剥离的时候，中国的很多东西呢就都很难再存在下去。而且我们包括我们的技术，包括我们的这个生产，很多地方都要倒退几十年，二三十年吧，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抄嘛，有人说在抄，但不光是抄，其实我们连人东西都是拿过来的，一旦人家对我们进行禁运的话，这些东西上，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灾难性的东西出来之后，那就是会这个会很多这个后果出来之后呢，习肯定在历史上呢他就会是一个罪人。最主要一点还不在这儿，就是当我们说毛泽东是罪人之后，比如像王大命啊这几件事，不管他做了多少事情，但是这几件事情就是就像你一个人，如果你犯了死罪，你要被枪毙，不管你做过多少好事，你也一定要被枪毙一样。习呢他现在做的几件事情，我觉得将来就是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不管他还做了多少积极的事情，建设性的事情。我就是我补充一分钟啊，就你刚说那是我加给他的，那不是，因为守规矩讲规矩立规矩，他自己讲的话，就凡是他讲过，也是他在四中全会讲的话。我觉得那么当下中国局势，如果他有做的什么不足的地方，那我是在这个地方，就今天中国局势有点像是就是林彪攻锦州以前的那个辽沈战役的情况。其实这样是一手好牌，经济对吧，世界第二甚至是第一，你按照不同标准。美俄呢现在是自顾不暇，美国自己问题这么多，俄罗斯现在只有1.5亿，就党内呢是要求民主，人民呢是希望就是法治宪政，其实就看怎么选突破点了。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什么呢，在我看就是宪政，就我以前用的就党主力宪这个词。就在当时对林彪来说，他如果要打长春，那输是输，赢也是输，对吧？你这样就算你打赢了，那国民党的主力就退居华北了，你根本就下面就没法打了。而打锦州呢，那最后就形成关门打狗，进到东北，最后奠定国基，不到一年。就同样今天对习来说也是，
就无休无止的反腐，就是所谓的反贪清腐，对基德林集团，我刚刚讲他对基德林集团打击非常厉害，就但是这个应该有个度了，无休无止的这样打下去啊，实际上呢基德林集团就真的集体成了你敌人，你治国不能没有这批官僚，而对文化精英和资本精英的这种你也不能就是跟他们关系彻底搞僵，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权力大权已经在握了，如果是前几年反腐还有他的理由，因为他要夺取权力，他用了反腐这个杠杆，他上台的时候他其实他没有什么权力，没有班底，没有权力，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傀儡，但他抓住了反腐这个机会，对吧？因为他上台两个好处，就他得天独厚，一个呢他头上没婆婆，没有陈顿那样的强势的婆婆，第二呢所有中国的官僚基本上在胡温二十年江泽二十年都吞噬了腐败的毒药，而历史又把解药交到他手上，就前五年他是有必要这样做的，但现在应该适可而止了，就事实的转向呢开始搞宪政，有条件的大赦，就既得利益集团呢他会为你拼命，你现在再这样搞下去，因为中国古人也知道就是为政不得罪巨使，蒋经国忘了这一点，所以宁愿对吧一家哭不让一街哭嘛，他去反腐最后他没有成功，就中国现在反腐应该说已经到了画个句号的时候了，应该叫那些官僚像以前那样的开始有动力来干活的时候了，这就可以说这是他八年以来至少到现在呢他没有做到的事，离心离德了，这是一个官场的现实，大家无所作为了，钱是不敢收了，但事儿也不干了。好，我说一下，主要是对我觉得那个盛平兄这个前面一席言里头那个槽点太多，所以我得理一下啊。有一点我是觉得很有趣的，他说这个胡锦涛时期。如果再那样走下去中国就没了。我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中国这么这个几上千年了啊，中国一直在那儿，土地在那儿，文化在那儿，人民在那儿。我讲的是个政权就崩溃了。政权没了。对，政权没了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了，中共没了，就像苏东一样啊，这是所有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的一个初级阶段的一个希望，让习近平给掐死了。所以这个我很感谢盛平先生指出来这一点啊。如果习近平不上台，按胡锦涛那个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不在了啊。他这个是不是也许是过度悲观，但我不知道啊。另外一个呢，这个他这个盛平就说习近平这个讲党内规矩。是他推崇法治，我们讲我们这个一般语言的自由民主法治都是讲法律之治，但是习近平那个我觉得充其量理想也就法家之治吧，对吧，拿法律作为武器来对付反对派，来对付人民，所以我讲这个习近平的法治一定不是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的法治，我想盛平可能需要把这个澄清一下。另外一个这个声明说这个这个过去这个中国现中国现状是共产党加资本主义，而且他说这个资本主义比美国还资本主义，那我想声明兄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说比美国还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就我自己来看的话呢，因为共产党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斯大林列宁式的这个体制，它实际上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它是个国家资本主义体制。那么改革开放加入了什么元素啊？就是中国共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能够迅速崛起，就是在共产党国家资本主义之外多了这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输入啊。你要迎合这种 WTO 这个机制，那么你必然得在经济体这个领。这个体制内部有一些变化，你要容纳自发资本主义，
但是胡温后期这部分已经受到打击了，叫国进民退嘛。那么在习近平时期越来越严重，就是自发资本主义这一块力量是越来越弱。现在能跟他抗衡的这个国际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这一块是属于拉锯状态，而且美国呀，甚至产生了这种脱钩这种想法。当然，这个脱钩这个想法呢，高科技这一块是首先的一块，就是这个军涛兄说的这个芯片呀，包括一些原材料领域啊，对中国进行禁运。过去是武器禁运、军工技术禁运，现在是有可能转为民用技，转为军民民民转军用的一些技术啊。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一个逆转，就是说随着习近平的政策。这个西方这个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对他有一种排斥了，有一种排异性了，因为他的目标已经变了，不是说未来要变到这个像盛明兄说的，未来是共产党加自由民主。我觉得共产党和自由民主是不两立的，但是也不排除有苏东式的，可以有天鹅绒式的革命，就由共产党自己把自己累死，叫找死。但习近平显然不想找死。对吧？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您说的是这个习近平实际上挽救了党国嘛？他是不想找死，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不惜一切代价的这个要活下去，而这个代价显然不能由他自己来付所以我看到就是盛明兄刚才讲了一点，讲非常好，就是为政不得罪巨使。习近平几乎要得罪所有人，为啥？他要成就一个比毛泽东还要毛泽东的一个独裁者，就是因为你现在毛派是过去时嘛，他要的是现在，他既要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好处，也要这个中国共产党江山永固的好处，所以他必然拒绝这个普世价值。所以你刚才讲，他应该这个反腐啊什么这些放一放了。我就说，这种共产党这种全面腐败，实际上是与这种中国的这个自发资本主义能够萌芽、能够发起的，它提供了一种自由空间的。那么习近平不能够容忍，那这个空间就必然变小。你也刚才讲这个文化人不敢讲话了，这个口头的反对派也不敢说话了，对不对？言论有固执啊，那么你。官僚系统也不敢做事了。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系统全部处于这种状态，那精英就产生于人民，是人民中间产生的。当然，中共有中共的产生机制了。那你在这个想，就是说人民满意，意义何在？没有意义，这是一个。那么，就文革的时候，人民不是也挺满意吗？对吧？习近平就是在搞一个他的文革，习近平式的文革。另外一个就是说，您说这个，实际上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中共讲过，就是说对反腐这件事儿，18大以后还做的，还不收手的，要严搞。这本来是画了一个界的，就是说以前的事儿就告一段落。但是你现在看到的现象是，这事儿是收不住的。习近平想收，他带来这些饿狼们也不可能收，因为反腐太爽了。反腐没收的这些钱财都去了哪儿？是不是都入了国库？有多少办案费用进了这些办案人员的这个私囊？说我还听到一个说法，实际上现在的腐败比过去更可怕了，因为只是过去系统的人，宝狼们是案板上的肉，但是新狼们没有人，饿狼们没有人去制约他，因为是习的人嘛，是吧？另外一个的话呢，现在提出一种口号叫"倒查20年”，"倒查20年"意味着。你江湖时代的这些官员，这个所谓的企业家官员有官商勾结的，不可能没有勾结。你要做成事情，不可能没有倒查，全部倒查。所以您说的这种就适可而止，看来习近平也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均衡点会在什么地方，就是习近平这个政权走下去，能。它变数可能会很多啊，
对他来讲，最成功的可能就是胡锦涛感慨的，走到朝鲜金正恩那一步，走到金家天下那一步，那可能就习近平的最大成功，那是中国人的最大失败了，也是国际社会的这个最大失败。但是你说，如果说他说他想成为一个，你指望是共产党加自由民主，那就是说你指望他是一个我没赫有鲁讲晓共产夫。党加自由民主，那你加的，我听错了，对对我听错了哈，那我就不说这个了，我都对，刚听错了。您原话是怎么说的？您说未来中国的什任务么叫中国道是加什路？么？就中国模式，就共产党加市场经济，而中国道路呢，就共产党过去不就是这样的吗？你说，加宪政民主，加不是宪政民主，自由民主。共产党就是说我中国人要能够约束共产党，是吧？这应该是任务，是吧？OK，这个那我就其我实我是再回哦，答你一下说吧，就是哦，是水瓶因座为你刚讲的人民，这习是讲过，他说他为什么那么对他既得利益集团打得那么凶，对不对？像底层倾斜那么厉害，因为他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跟毛泽东确实很近。他最近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人民就是江山，对不对？江山就是人民。至于说你讲的普世价值，你说这不符合啊什么？我也不相信普世价值。说什么最普世？用国内一个学者李林的话说，美元和美军最普世，对吧？但这两样东西美国是不让你学的。你要是把美元、把人民币当做世界货币，美国肯定不干。你说解放军做世界警察，那美国也肯定第一个说 no。习现在真正的问题，他面临的什么呢？他是走到今天，大权已经在握了，他面临一场恶战。你要摆脱前三十年的，就前20年权力的布局，这个他基本也做到了，对不对？你要带领中国走出这个2000年、3000年的噩梦，他显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就现在中国的局势是什么呢？我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就官场人人自危，对吧？右派人心尽失，左派蠢蠢欲动，富人呢纷纷移民。现在刚跑出来一个潘石屹，欢乐得不得了，变卖了30个亿，其他的呢就苦于出不来。就出路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就是例行法治。用我的话说，就党主立宪，就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是说叫中国崩溃，崩溃以后中国就没党了，就没人了，就是你我这些人，光纽约就有10几个民主党，你就去折腾吧，对吧？中国不知大乱多少年的，其实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呢，就大力推行宪政，就讲规矩、讲法律、讲这个，就先掌大权，再成大业，那无疑是他的想法，我一点不怀疑这一点。就问题在于呢，你在一个利益日趋多元的这么一个环境下，一个社会中，你很多事儿你做不到的，所谓就是就财不可通吃吧，对吧？权不可尽享，你必须给别人也留下一些余地。就西方的话，就要自己活，让别人活，包括贪官这些企业家们，企业家都有原罪。你要细查起来，恐怕没一个经查的。用国内的话就说，对吧？不查就没问题，要查就有问题，小查小问题，大查大问题。尤其他们的过去发财的那一段历史。所以对习来说呢，最危险的其实就是陷入这种中国式的权斗而不可自拔，就本来是个手段，最后呢，就自己都出不来了，就忘记自己的初心。就现在呢，多多少少有点这个问题了，就是反腐呢，就打红了眼吧，因为你反了以后会有更多人出来。就中国现在，你刚说有点不同意，你说现在其实更腐败了，就更厉害了，这个至少，我想这不是事实，基本上是管住了，吓住了，所谓的有几个阶段嘛，就不敢贪，这一点做到了，没有做到最后的不想贪，但是中间还有两个，比如说不变贪、不能贪，对吧？不敢贪这四个，至少现在是不敢了，想可能还想，恐怕也不方便了，现在查得很严。好，那现在我就简单再跟，哎，风云你完了吗，盛平？完了。对，那我就回应吧。我觉得回应，但第一点呢，我觉得盛平啊，还有你说李林对普世价值有误解。我觉得普世价值什么呢？就是个讲理规则。我们讲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是美军，不是什么美元，那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在这个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在国际政治经济体中生成的东西。那我觉得呢，最主要的普世价值就是讲究的一些规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的。
运作应该是什么。那在就是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是个不讲规矩的人，他是以自己想强纲独断，自己想就是叫口含天线，说就是你说党主力线，假如说是习近平可以自己又口含天线的话，就变成习主力线了，就变成这个东西。那但是这是第二个，就是这是跟普世价值相对立的。普世价值呢，就是不允许有这样一个超越于规则之上的人或者一个政治力量存在，所以党不能主力线。共产党如果要是有宪政，就不能有共产党这样东西存在。不是说不能有叫共产党名称的，不能有共产主义理念，这些都可以存在，但它必须要在一个和别人公平竞争，在一个能够尊重别人表达权利，就是你说的你活也让别人活的这个基础上。这不是一个家族利益集团说在实际利益上你活，就习近平你想有一个家你也得让别人的家族有钱赚的，而是说呢，各种力量不论是赚钱也罢，表达自己政治意愿也罢，是希望能够实施一种公共政策也罢，或者希望出人头地也罢，你都得按照一个公平的规则进行竞争，然后通过一个公平的规则能够产生出谁胜谁负，而不能由习近平自己来定的第二个。所以说我觉得第三个呢，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习近平跟习近平的独裁有关系。是不是独裁造成的呢？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就是你也不能说那个病毒对吧，这个他就是习近平给造出来，这不能这么说，他又不是个什么病毒专家。但是呢，是因为习近平的独裁，他的知识短板，导致了这样一场灾难，就是他堵死了别人解决问题的渠道。当然这个渠道如果存在，能不能解决问题也不一定，就像胡温时候很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越来越厉害，这个判断我也同意。问题在这儿，当你把别的人的解决问题路子和提出问题的路子都堵死的时候，那就是你要承担所有责任，对吧？就像打仗似的，这个说这个楚国和秦国打，楚国可能一定会打败，但是换个将军也会打败。问题在这儿，在你项燕手里打败了，项燕就得承担战败的将军的责任。好啊，好啊，我来说两个，我来讲两个啊，还是对的，对，好。还是对着盛平兄的这个，我觉得他似乎对这个习近平有特别的这种期待，我觉得这个期待有点和习近平可能的初心不符。但是他是对他这不是，他是对别的力量都绝望了，所以对他是一个投射。他说希望中国，你不能讲习近平的初心是什么。我觉得盛平兄怎么知道他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只能从他的言行来判断嘛，他的初心是什么。说他有没有这种党主力线的这种意愿和初心呢？我觉得完全看不到啊，完全在习的那儿完全看不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讲到一个企业家原罪，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是在胡温时期中国工职界犯的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他讲中国这些企业家，实际上主要是民营企业家嘛。你要讲中国企业家原罪，那国营企业家那原罪怎么讲？就不要讲了，对不对？那都是剥夺了民间资产形成的一个资本。那么中国民营企业家原罪什么？他就是突破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嘛，对不对？这个是他们的贡献。所以当时的那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就是太清高，他们不了解，就是说这个真实的是这三四十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就是非常机械的一套说法。一个就是说，美国的自由民主啊，西式的自由民主，这是一个目标。完了以后，就是中国计划经济往那跨越，怎么跨越？按张维迎讲法，就是像斑马一样，把马身上画上斑纹，这是斑马，这指马为斑马。完了以后，半夜里趁着人不注意，把它拉走了。完了以后，再把斑马拉回来。拉进来一个真正的斑马，说哦，这就是斑马，马变成斑马了。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处境的一个描述，就是中国的所谓的公共知识界，他们的所有的话语在党的容忍范围内，完全取决于党的领导怎么样判断，就是说所有的言论自由都是陈云说的这种被计划在鸽笼里头的。就是说而这些公知界都很乖巧的在迎合这个标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公共发言不可以深听，不管它是从哪个角度来的，不可以深听，
尤其不能够作为依据啊，就是我这个是对这个企业家原罪论的一个说法，谢谢。好的，谢谢啊。这一节如果要讨论的话，继续讨论两个小时也没问题，但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必须这个停止了。那么三位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这个观点，但是我更期待的我们的观众啊，在我们的节目中间留言啊，发表你的这个见解啊，看看我们习近平啊，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到底怎么评价他啊。这个谢谢三位嘉宾，谢谢我们的制作人员，谢谢我们的观众，再见。谢谢您收看民进电视。打开民进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民进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民进火拍，苹果博客名民进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 推特 @minjingnews， 脸书 facebook.com